新一代后宫唱跳女团出道。老十七为何多日不进宫啊？相见不如怀念。嗯，果郡王撤回了一条消息，臣弟在王府不曾出去。哦，果郡王府这么好玩，让风流王爷改性子了。这回皇上，果郡王府正忙着筹备唱跳晚会。是吗？发来看看。十七叔，我这就去你那儿住几天。你滚回去读书，此舞蹈甚好，你进宫封答应。是。彩屏修改群名片为应答应。笑死，自己的后宫比不过就挖人墙角。放肆，朕的后宫不能输，你也去排一个舞蹈。哦，三天后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团出道了。额娘真是风韵犹存啊。端妃这身体好的我有点不习惯。后宫 SHE 换人了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？不得了，甄嬛战队和咱们堕落集团联谊了。为什么不派我去？皇后娘娘这是把我当空气了。你没发现吗？去的都是不受宠的。那没事了。疑似四大爷去世，三位娘娘灵堂蹦迪视频泄露。岂有此理。看表情符号猜角色，宋之亮了。别人怎么把朕删了？没有啊，那是因为梅姐姐把昵称改成了表情符号。嘿嘿，这个好玩。所以皇上都没给梅姐姐改备注啊。啊，这对了，朕也出几个人名给你们猜猜吧。好啊，正好本宫也有些无聊了。是我，皇上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我。你一个只活了三集的人嘚瑟什么？皇上竟然还记得平民。静白怎么也在群里？他想当白答应。皇上他皇上有娘娘伺候着，啰嗦什么？笑死，答应了也是白答应。白答哼。继续猜。是我们龙月大魔王呀。江福海。甘露寺铁梯莫言师太。是本宫的队友富察贵人。世界名画倒数第二给倒数第一讲题。这是太阳在后面，这是太后。答对了。婉嫔不愧是后宫状元，是太后教导的好。世界名画宫斗冠军一对一辅导。下一题。这是什么？给个提示，是一个宫女。是宋芝。嘿嘿，嬛嬛真是聪慧过人。难怪华妃和她哥哥联系这么频繁，原来是有固定电话。果郡王和亲准格尔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皇上息怒，这是发生何事了？看到了夏意拍的照片，朕的碧根果 CP 居然B1了。十七叔他退了御福镜，他退了御福镜。浣碧不愧是永寿宫出来的。什么意思？都会大鹏展翅。奇怪，熹贵妃今日怎么不在群里发言了？熹贵妃被皇上送去准噶尔和亲了，举世准噶尔偏远，信号不好。臣妾明白了，看果郡王这架势，莫不是准备去抢亲？皇后娘娘哭什么？本宫是欣慰，瓜柳终于带对数了。你们二人果然有私情。皇上息怒，臣妾觉得十七爷阻止和亲，可能是想自己去。是啊，臣妾还拍到过两个人在野外的私密照。果郡王他真是饿了。不是这样的。低神血难道光彩吗？传旨接熹贵妃回宫，送果郡王和亲准噶尔。想看更多搞笑视频、神仙配音，还在等什么？关注怀秀帮吧，下期再见。